网红阿汉拍摄九天玄女降肉影片在网络上爆红，不过台九线东里段却真实上演了降肉事件。苏姓货车司机他开满载着猪只的大货车要北上，却不晓得车子上有两只猪掉到马路中间了。附近民众看了笑着说是九天神猪降肉了，不过也赶快报警处理。监视器画面中，从这一部大货车掉出来的大猪翻滚了几圈后，就这样呆站在马路中央。附近居民看了瞠目结舌，笑说莫非是九天神猪降落，赶紧报警处理。由于从车上掉落的猪只还不止一只，到场处理的远景也看傻了眼。由于两头猪只体型都非常庞大，身上及头部都有明显的伤势，为了避免影响交通，也顾及猪只的生命安全，远景只好连哄带骗地引导这两头猪到路旁安全的地方。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一项二款规定，如果汽车载运装载货物时，所载货物有渗漏、飞散、脱落、掉落或气味恶臭，可以处驾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。请驾驶人装载货物一定要特别留意，才能避免财产的损失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。载运这两头猪只的运桨也正巧报请三名派出所，由副所长协寻，指称车上两头猪不翼而飞。双方取得联系后回到了事发现场，远景也协助苏姓驾驶将猪只装运上车，结束了这一场台九线的降肉意外。正当东里远景以猪追人之际，不过言归正传，要是货物没有绑好或者车门没关好就开车上路的话，实在非常的危险。玉里警分局表示，若不慎酿成伤亡事故或者货物掉落伤及无辜，驾驶也得负上法律责任。记者石玉兰、傅里采访报道。